大家好，我是李贝。我们筹备很久的品牌哈哈 baby 终于上线啦！目前架上有很多小朋友的睡衣、外出服、亲子装、情侣装，那都是我们严选台湾的厂商在地生产制造的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下面有放网址可以逛逛。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啊，是啊，黄金两块钱看蔡波龙的成长日记。我们现在高中的波龙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对，长大了，开始到会讲话的时期啊，非常会讲话。之前他会讲，但他不愿意讲，但最近他很愿意讲，很爱讲，嗯，尤其是哥哥，哥哥讲句他跟一句，跟一句，会去控制他。对，波龙又特别爱这个哥哥。哥哥嗯、所以我们叫波龙讲他不一定会讲，但那个陶龟叫波龙讲波阿波一定会讲。嗯，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哥哥在带也很快，有哥哥真的很有差，很不错啊。像模仿对象之后，如果妹妹有两个哥哥带他、那个妹妹应该也会学得很快，是不是？应该会蛮快的哦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陶龟跟波龙平常学讲话这个过程的画面。这什么？哦，狗。狗狗。狗，小鸟，鸟，鳄鱼，老虎，老虎，哇，哎呦，大象哎，喵，青蛙，蛙，蛙，马，马，羊，羊，咩，鹿，鹿，狗狗啦，狗，狗怎么叫？哇啦，狮子，狮子，狮子，这个是什么？螃，螃蟹，蟹。那这个嘞？老，老鼠，鼠，对，瓜牛这个你会吗？你说瓜。瓜牛牛，对，那这个你认识对不对？鸡，对，是鸡。你说乌乌，龟龟，对，这个你认识？这个是什么？树、啊、花花花花，对，花花。这是什么？狗狗，对，狗狗怎么叫？那这个嘞？熊，乌，乌尾，尾，熊，熊，对。哥哥嘞？哥哥可以来教他吗？好，对，草，草，梨，银，麻，麻。爸爸，这什么颜色？啊，你说紫，你说色，棒棒。那这个嘞？你教他这个。你说黄，黄。你说色，色。你说红，红。你色，色。你说黑，黑。色，色。这个你跟他说我最喜欢的。你说十，零。你说色，色。你说粉，黄。你说色，色。阿伯这个是什么？狗。对，苹果。这个是草莓。妹妹。阿伯这是什么？吗？那个是菜菜。菜菜，哇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，宝宝？这个是菜菜，菜菜。阿波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瓜，就是南瓜。宝宝，你要吃吗？好。那你说爱玉，爱玉，对。棒棒，你说爱玉，爱玉，嘿嘿嘿，好，你说你，哈哈哈哈，别讲了，哎呀。
还要吗？嗯，甜甜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爱玉。对，爱玉。想吃吗？妈妈说赞。妈妈。好，我说。你说赞。说赞才有。好好好好好好。这是什么？你说。对。这是什么？爱玉。好吃吗？你要谢谢谁？哥哥。What？ 不啦。姑姑。姑姑，谢谢。爱玉。晚安。晚安。哥哥有，阿布爸爸找到我的了。那你们两个要睡觉了吗？啊啊！赶快哎啊啊！你说晚安。你说多多，你说多多啊，多多，你说没有，没有，爸爸你说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爸爸，妈妈要吃汉堡，好，爸爸吃西瓜，好，拿着香蕉，吃奇异果，吃哈密瓜，好，赞赞，谢谢，赞赞，好，谢谢哥哥，阿伯你的给我，菜包，哎，小宝，菜包，他一直逃跑，没有了，妈妈没有，妈妈没有了，妈妈没有。他不相信，哎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毛毛。